吃点东西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夜市土豆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土豆丁焯水3分钟，我觉得好吃的要装进胃里，喜欢的要放在心上，然后加入调料，调料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，撒点葱，夜市土豆就完成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